这样呢，伊要请教阿爸老师，伊这个爱文山啊，吼，到底是安怎？好像它的树干呢出了一点点问题，是不是？嘿，这个在咱管理的这个当中啦，吼，就是讲尤其啊，像这个芒果啊，好啦，洛梨啦，吼，还是讲像啊，这个叫做那个柑橘类，吼，那柑橘类。啊，不管哈、哦，这些树呢，哈、哦，这个都很容易呢。那么，伊的真，因讲伊那是长无拄好的时阵，哈、哦，这长无拄好的时阵呢，那么状况无拄好，哈、哦，比较容易出现到这个老家的这个情形，哈、哦。比如讲以山啊来讲，野树歪那是过度的这个曝晒，哈、哦，比如讲日的哈，诶。嘛，有可能呢，这树皮嘛，啊容易晒伤吼、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这种晒伤吼，可能咱会认为讲啊，迄就是日去的嘛吼，白日晒伤。啊，实际上吼，真侪这种咱有当时啊，为着要做这个管理以后，伊会当较早开花啦，吼、哦，做三期调节啦，等等。啊，这种拢是一个啊，去强迫着伊吼，就是强迫他吼、哦，这强迫呢。啊，大部分呢，吼、哦，这个啊，这种就吼，伊、哦、诶过度的这个生长吼、哦，所以真容易呢，就发生一寡这样的吼、哦。那么，比如讲像树皮会翻乌啦吼，等于讲啊，然后呢，有这个更加严重，伊在闭亏吼，所以有这种的这个情形。那么，这有可能是咱咧用的这个生长抑制剂吼、哦，比如讲用。啊，易疏吼，尤其是艾文内底，咱为着要互伊会当统一吼，即、這个短期性的一个采收，那么减少着啊，一种栽培管理内底一个算简单讲是讲较袂遐尼啊搞工，你伫遐吹伫遐慢吼，即无法度，所以咱做一遍的，甲伊即个分配的啊，互伊统一的来甲伊即个采收吼。啊那么这款的这个情形呢，这当然呢就效果特别的好哇、哦，所以你即马改这个盆过了吼，盆过了呢，伊真容易吼、哦，真容易呢，伊会有一个这个算，其实迄个伤害吼、哦、啊，一直隐藏伫迄内底哇，所以就变作讲咱伫这个管理内底，伊就慢慢的累积起来吼、哦，所以你看到就是讲，比如讲你甲记起来的时阵。那么，伫即个较大歪吼，啊大歪，你来记掉，伊迄个伤口真大嘛。咱咧记的时阵吼，啊，假设你咧记，尤其你那是较大歪咧裁吼，伊袂使裁伤平啊。你裁伤平，你即马是毋是咱甲裁落平平？那么，但是伊迄个树啊歪边啊，迄个树皮伊会生迄个叶起来吼。那么伊会愈合嘛吼，迄、那个空脆伊会愈合。爱空水咧复原的时阵呢，伊中只只只都会去造成一个那种结坑吼，所以啊，你咧震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就是迄个角度呢，爱少注意，切别使互伊滴水啦吼，啊，你滴水迄只遐就较容易呢，就很容易呢，就一直往下变黑吼，这树干呢变乌起，然后、啊、一直烂倒落去，种的一个感觉，所以呢，就有这款的一个现象的吼，所以这伫咱。啊，你栽培管理内底吼，一点呢，即相当的一个要紧吼，所以啊，就是讲，尤其那是讲，即个会变乌吼啊，甚至呢，有的是即个有呢，啊，有几种的即个情形啊。吼，第一就是讲，即个啊，修剪的时阵吼，有迄个伤口，迄个伤口去感染，尤其咱啊做大菜像你诶，哦，迄几张相片，迄种大菜过了伊。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风水较大？啊，一般那是拄到材料呐，好天不要紧，然后伊足紧伊就好去。啊，拄到材料吼，啊真歹运啊，拄啊迄阵个落雨较济，啊迄年落雨较济，你咱材料呢也无转药啊，无创啥吼，就变作迄个所在就烂落。吼、哦，这一种的一个伤口病菌的这个感染，所以一般咱拢是建议讲，那是细微不要紧，啊那大微材料迄个所在呢，是不是用迄、那个？啊，比如讲像美奈德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像呢，啊，是用这个一种叫做青铜石灰这种物件吼，青铜石波多益啦吼，啊，然后浇这个白果，把迄个所在呢，干脆甲裹起来，啊，伊就较无这种的这个问题啊。哦
那么還有另外一种就是讲这个枝条吼，枝条伊那是风吹受伤，啊有迄个伤口，啊有迄个空嘴的时阵，你就容易呢去感染到这个黑病，这种的这个就一个这个黑斑病啦，黑斑病这类的这个情形的嘞。所以呢，有人讲啊，这是不是毛可能是这个炭疽病？但是呢，目前来看起来呢，这应该是这个类似南极炭疽病啊，无就是这个。啊，这种黑斑病的一款的一个这个情形，对的吼。所以啊，那是长较无力的时阵，吼，比如讲有时啊，甚至呢，也有这种叫吼新生层也受到这种，正于长已经较衰弱啊，较衰弱了，有可能吼，有可能呢，这个所在伊树干呢，都会这个啊，伊树皮也安尼劈开吼，撞裂啊，木质部呢。即、这个叫海气吼，即树皮迄个所在海气，甚至呢会出现到即个老家即款的即个情形。啊，有诶讲迄是即、这个啊日晒啦吼，就是讲即种诶即个日晒啊较严重啊，温度过高啊，实际上啊，即拢是啥拢是一个即、这个有咧真机料吼啊，那么即个灼伤还是虾米款吼，即尤其采证料诶时阵呢。那么过度的这个曝晒吼，还是讲真济就是强迫去改这个控烧吼，还是讲咱真济就是用啥物件用迄个生长抑制剂啊，生长抑制剂呢，这个去造成着伊讲老家啦，甚至也闭归啦吼，这种的这情形哦，这往往伫这种生长抑制剂吼，也是讲催花吼，并讲像用迄个叫做抑缩吼，抑缩就是。这个叶修啊，叶修，那么用叶修啊，这个去改处理，这个真容易出现到这款的这个情形。那么在这个有真侪这个所在，就是讲伊可能除了用这个叶修以外呢，伊个用真侪这款吼，这个啊，伊为着要让伊效果好呢，那么伊甚至染这个冰醋酸啊，染冰醋酸吼去。真济，咱有诶好朋友讲啊，用冰醋酸去抓啥物抓啥物吼。那么这个冰醋酸有一个作用，当然可能吼，就是讲伊去破坏着伊酸碱一个这个表面。那么去破坏着伊个表面的时阵呢，就真容易吼，即冰光一挂药啊，即渗透性诶增强，所以对球体这个破坏呢，那么又特别的大，所以呢，即就较容易吼。发生这款的这情形的嘞，所以那么有当时啊是咱在用的时阵吼，就比如讲风台吼，风台有时啊这个啊，伊若去摇叮当，摇叮当伊个空嘴啊，空嘴就一挂这个啊，这个病菌啦吼，所以呢，这个感染了，伊这个形成层的变乌的，这个老龄，那么这款的这情形的嘞，所以这应该是。伫修正了吼，尽量伫即个掌心呢，当甲喷一挂吼，比如讲像即个糖啦吼，还是即类的即个物件吼，这种适当的即个时间吼，啊来改用即个石灰硫磺合剂吼，那么大概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吼，一旦我咱好朋友吼，啊小做者即个啊小做者即个参考着吼，所以即简单吼，大概是即款的即个处理的方式吼。所以你这要稍注意一下，就是讲这个老家吼，话讲还是，迄本来的老家还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现象，这不太对吼。所以呢，啊，这有可能是咱山啊的一个黑斑病的一个情形。那么这个黑斑病啊，咧用就是讲伊可能得病了，伊就较容易老家啦。所以这点，咱伫这个管理当中就稍微给他注意一下。这是一个啊，咱这种就吼较少。啊，属这个细菌性的这个病害，所以加士酮啦、啊、维力霉素啦、啊、欧索林酸啦、啊，吼、哦，那么甚至利用这个加士快德宁，吼、哦，一类的这个情形呢，嘛，这对这个医疗，吼、哦，这拢有一个较好的一个管理，吼、哦，因为你若不甲喷，吼、哦，伊得黑斑病了，这个就真容易老家啦，就很容易流胶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可能还是要注意者，吼、哦，这应该是这个黑斑病，啊，这通常是含你过度的一个吼，伫管理上过度去控制着伊的一个掌心，吼，来改这个引起，吼，这有时啊，这种情形吼，这拄等这嘛是拄啊好这个机会吼，咱个朋友这个问题，伊是伫海南嘛，不过这两天去看，看到会惊吼，迄种掌呢，那伫台湾呢。
可能咱会感觉讲就很麻烦的吼，但是我看因也是无咧甲神经吼，啊为什么无咧甲神经吼？原因是因为呢，这个物件就是讲伊去共做诶嘛，所以迄山也毋是伊下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呢，因对这个树长，比如讲拔三年诶钱一概互伊啊嘛，所以三年了呢，只要长无死翘翘吼。弱啦，啊是安怎呢？这无法度，就是讲你个长辈啊，我做袂趁钱，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人，足侪是拢安尼。啊，有诶甚至呢，一年一包，伊就是讲看这长，一年这长袂歹，伊去甲包一年，啊包一年了，伊做伊就甲伊即个放掉去啊安尼啦。所以，这去造成着因真侪即款诶这问题，所以有时啊，这着。就是这些树势都拢无真好个，啊，即马大家拢会认为讲，迄那是长那是树势较旺个，因吹花就吹袂早吼。但是都有这种问题，所以这个也很麻烦吼、哦。所以，但是佮看起来，伊个好像有可能因个即个阳光充足啦，是安怎吼？我看伊都要真好势吼，好像也还可以吼。这、哦、个不管他吼、哦，反正但是因个。长呢，就无讲真健康、啊、所以咱一定爱想办法，让伊恢复到正常的这个，尤其伫你即满是开花雕过了，开花雕过了呢，爱适当的一个这个营养哦，唔通一直强调，唔通一直强调讲这个什么酸啊，对，这个果树长零加，然后一直去甲吹到到尾啊，实际上伊长心无得到适当的一个这个营养的一个。这个调整啊，就真容易出现到这种，会较容易得乌斑病啊，得乌斑病的老家的这，也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哦。所以你起码就是先为黑斑病的这个来改，起码温度较低，你甚至也当利用这种这个波尔多液哈，波尔多液呢来改这个做这处理哈、哦。那么这简单来讲呢，应该也是讲像这个啊。在这个像党这这类的吼，三元硫酸铜啦、啊、吼，大概这一类的东西吼，那么这该处理又好势。那么你进家处理又好势，后摆呢，给做袂掉的吼，这伫这个去各管顶嘛，那袂因各管顶买着好办病吼，这伫因为伊会去感染着酸啊一个这个有呢，并讲像。药啊啦，还是讲枝条，而、且一般会去感染到这个药啊，是枝条，拢是伊迄个药啊，枝条加减拢有一点啊，这个受伤，也有一点点受伤，还是讲温度较悬的时阵，啊，够一点啊落雨啊，有这漏水啊，这空气呢，干湿，啊，这条件都会发生吼、哦。所以，那么有当时啊，伊那是较严重吼，甚至会造成落药啊，比如讲个枝条受伤，啊，伊甚至会一个落药，所以。啊，这点呢，爱好朋友呢，爱少知影者吼。那么一寡万酸啊呢，这种呢，拢会较严重吼、哦。那么过来就是咱的一个有呢，啊，比如讲像脱酸啊啦吼，这个艾文啦、啊，这种呢，这个也都是会哈、哦。这嘛是拢会发生到这款的一个病害吼、哦，所以一定爱改做各这方面的一个管理啊。这管理呢，其实。啊、就很简单哈，最主要你就知讲伊是细菌性的这个病害，啊，细菌性的这个病害呢，然后会当家己处理哦，好势哈。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、哦，所以咱听众朋友呢，小做者这个讲课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做，这个状况啊，希望讲伫这个管理啊，你小家己注意者，啊，这只要你是处理哦，好势哈，其实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，就是讲。你即阵那个处理好些地，过冬吼，伊个即个果实啊，是讲长啦吼，伊真紧就回转来，所以这嘛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所在吼，就好朋友小做一个参考啊。